内侧车道车辆突然紧急刹车，红色轿车反应不及追撞，紧接着后方也有车追尾撞击。国道三号北上苗栗大山路段，由小货车履梯掉落，害一部轿车碾过履梯喷飞，导致后方四部车刹车不及连环撞。依相关规定对该车自担举报。 大雨滂沱，一名13岁男学生撑伞过马路被砂石车撞上，他当场倒地，雨伞开花，砂石车车轮更直接压过他的双腿，他下意识赶快伸手拍打砂石车，画面触目惊心。返家途中不慎遭到砂石车擦撞，家中主要照顾者是干妈妈，家中陷入困境了。事发在台中南屯，男童学右脚掌跟被碾碎，小腿及左脚掌都骨折骨裂，包满纱布，躺在病床，庆幸命还在，实在幸运。 恐怖车祸随处上演，新北土城四川路晚间6点多，车辆众多，有两部机车因前一后靠在公车旁前进，后来并行，结果遇上加油站一部轿车转进马路车道，这两台机车疑似为了闪他而相撞，一名女骑士当场连人带车摔地，惊险车祸生死一瞬间，实在让人光想就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